台湾甜蜜教主王心凌相隔17年再来我国开唱，配合自己出道20周年，以最高规格制作的 Sugar High 世界巡回演唱会搬到云顶舞台，连开2晚都座无虚席。此次巡演大马站，无论是服装造型和舞台设计也都全面升级。在劲歌热舞或抒情现场方面，王心凌都充分展现她的现场唱功实力。下来透过镜头一起看看演唱会的报道。王心凌昨晚在云顶云行剧场举办连续2场的 Sugar High 世界巡回演唱会。演唱会一开场，王心凌以一身粉色芭比套装亮相，并带来一连串劲歌热舞，包括 Bye Bye、Baby Boy 和 Usa Usa， 瞬间炒热现场气氛。接着，王心凌换上红色长裙，带来首首耳熟能详的抒情歌曲，包括《我会好好的》、《黄昏晓》以及《月光》，让歌迷听出耳油。而且，当荧光棒挥舞间，云星剧场秒变大型 KTV。大马站是王心凌此次巡演的第16站，也是她相隔17年再来我国开唱。王心凌透露，2007年同样是在云顶开唱，也是她个人第一场售票演唱会。王心凌坦言，大马歌迷犹如10年如初，和17年前演唱会时一样热情，并很开心能够重返云顶舞台再见大马歌迷。之后，王心凌换上小黑裙，搭配贝雷帽造型亮相，继续带来首首快歌，例如《披你的雷在路上》、《Sugar High》、《微笑 Pasta》。其中，当唱起名曲《爱你》时，王心凌更大秀马来文《阿古群的帕达木》作为歌曲开端，诚意十足。虽说王心凌被称为台湾甜蜜教主，但曲风和造型可谓十分百变。此次巡演更首穿的白色公主装造型，加上温柔嗓音，犹如下凡的仙女在唱歌，粉丝们大赞非常漂亮。而王心凌也穿上这套为大马站巡演换上的全新表演服，带来了《那年夏天》、《宁静的海》、《大眠》等歌曲。此次大马站的巡演除了有新造型亮相之外，舞台设计也与台北站和上海站是有所不同的。这是基于云顶舞台的空间有限，因此王心凌和演唱会团队特意为大马站的舞台设计做出小改动，包括加上了阶梯。昨晚王心凌在大马站巡演共带来了27首歌曲，在进入尾声的部分更是演唱会的高潮，王心凌带来一首接着一首唤起无数人青春回忆的歌曲，并在最后带来歌曲《当你》，全场再来一场大合唱，为大马站巡演画下完美句点。 RTM 戴静航、黄文柔采访报道。